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好看中国栏，我是沈涛。各位好，我是罗西。由张译和樱桃主演的都市商业剧《鸡毛飞上天》正在我们浙江卫视中国栏剧场热播当中。在刚刚过去的剧情里面啊，骆玉珠呢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商机啊，凭借垄断国内的尿不湿市场啊，迅速的积累了大量的原始资金，并且呢迅速扩张了自己的公司。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骆玉珠也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儿子，因为是在路上生的，所以给他起名叫做陈路。那么这一家人接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呢？让我们赶紧往下看。你去哪里了？又你了，刚刚找到电话。李哥，哪家医院？你给我讲清楚哪家医院的，我好赶紧去呀。这么大的事情，难道就这样告诉我？喊什么喊？不好抢啊，孩子我也生了。生了个儿子，这孩子在路上生的，叫程璐，好不好？叫陈露，好的。The project A will need to drop. Look for a paper number, then we can talk about it.你问一下他们，到底有没有诚意接我这批货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跟他们四家一起合作，我的货源很充足。欢迎回来，杨雪约陈江河在其住处会面，一直深爱着陈江河的杨雪，当然对骆玉珠是怀恨在心的。所以啊，他就给了陈江河呢两个选择：第一是把货退回国；第二啊，就是留下来陪他一把。那在这个紧要关头，陈江河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？咱们接着往下看。陈江河，我要你今天把全部都还给我。什么意思？留下来陪我一夜。明天新闻会回到国内，或者是你港口的集装箱回去，反正新闻和货总有一个回到骆玉珠那儿，你自己选。不要再做无用的挣扎了，我帮你算一算吧。除了费尔南德，欧洲不会再有一家贸易公司敢接手你这么大一批货。况且我的货也是五金跟首饰，咱们两个的货高度重合，我也是为了这次马德里展销会来的。只要投向市场，你们的货就再也没有吸引力了。据我所知，这些货可是你们这些年最畅销的款式，也是他的骄傲，这可是你们两口子打入欧洲的一张好牌。你在威胁我？随你怎么想，我任你选择。这些年我有好多次机会出手，但是我都忍住了。对，你都忍到这一天，一出手就弄死我吗？你们进军欧洲市场就是孤注一掷，这批货受阻，欧洲不会再有人相信你们。到时候你们受损的可不仅仅是这一批货。杨厂长，你这些年变化还真是
明晚将播出的《金毛飞上天》剧情会怎样发展呢？让我们先睹为快。喂，没事。你是一晚上都没睡吗？出了一点小问题。你怎么也不问我昨天这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？杨雪，他约了我。我们刚才见了面。这次跟老飞的贸易被打抢了。喂，你在听吗？说。骆总，这标准必须得降下来。啊，我们回去商量。走走走走走。说。杨雪是早有准备，这次阻击是有预谋的。整个为了这个事情，他等了好多年。也就是说，他现在出手是明确知道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。当然。再把价格降一下。争取一下费尔兰德，来不及了。他跟老费已经把所有协议都签订了，而且他的货已经到港。国内怎么样？没闹起来吧？我让人封锁了消息。没事儿，放心吧。整个为了欧洲出口，我们调整了大半年的这个产品的标准，资源整合也都做到位了。千想万想，什么都想到，唯独没想到说杀出了这么多人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个 FOB 标准我们没有研究透，我们是孤注一掷的。但是老魏，他只能用最低的一个代价违约，所以说其实从合同签订之日起，我们已经输了一半。你们在房间里待了多长时间？我已经把律师给辞掉了。批货必须做成，否则我们后续的所有的问题都会被影响到。喝酒了没？那穿的什么衣服啊？小钟。我在这儿跟几个老男人吃盒饭。你们孤男寡女的，大半夜在酒店房间里，挺浪漫的呀。想要了解这部剧更多的精彩剧情，各位记得每天晚上的19:30锁定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收看《鸡毛飞上天》。除了好看的电视剧之外，我们的自办栏目也同样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赶紧去看一下。天下英雄出我辈，一路江湖岁月催。大王队长祖蓝，纵剑版周芷若，周芷若，可怜死了。集结四海武林高手。小鱼儿林志颖，小鱼儿是野唐三，小龙女李若彤，小龙女根本就没笑过。射雕夫妇，我中了你爱情的毒。谢依霖，金哥哥，他好凶，他好凶。杨旭文，郭靖在这里。经典武侠重聚首，定要力挫强敌。人在江湖飘，武侠功夫高。小王队长王源，路子这么野啊，我很崩溃。汇聚四海八荒仙界奇侠，紫霞仙子朱茵。如果有人欺负你们，就报我的名字。嗯。至尊宝薛之谦。好了，年轻人，到底在嚣张什么？牛夫人蔡少芬。我不要跟他玩。天山童姥舒畅。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公。传奇仙侠再集合，誓要夺回月光宝盒。仙侠天上飘，怎么都比你高。王牌之战，经典武侠大战，传奇仙侠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以上就是这一期好看中国蓝全部精彩内容，感谢各位收看。也要再次提醒大家，每天晚上的19:30继续锁定我们浙江卫视中国蓝剧场《鸡毛飞上天》。各位再见，再见。